小区门锁了，到现在还没开，就是把我锁在门外，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门没有人回应。听到他跟小区的人说是医院上班的一个小妮儿，小区都不应该租房子给在医院上班的，听见就是特别心寒。领导就是眼眶就甚至湿了，是有七八个姑娘一直不让进，然后先暂时安排到咱们那个招待所那块住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讲，我们的医护人员即使是在隔离病房，就是接触就是患者的这些医护人员，都会按照就是严格的要求，经过科学防护才进入病房开展工作，经过正确的就是消毒防护措施和院感防控手段，就是医务人员在离开病房和医院时，都是不会携带病毒的，请大家放心。